仿佛随着风起舞美不胜收，尤其所有的颜色都到齐了，俏丽的粉红色、喜气的大红色，还有典雅的黄色、紫色，红橙、蓝绿、黄靛紫七彩花贴，让人看了心情好舒畅。漂亮，很漂亮，而且第一次看到一个郁金香那么多种不同种类。 从哪里来呀？台中。寒流来袭的话，它的花色会比较鲜艳一点。郁金香对冷，它越冷，它开得越漂亮。还没进入到春节假期，花海里就已经开始涌现人潮。实在太美丽，随处一个景都是拍照的景致。后面还有一个大风车，营造浓浓的外国乡村氛围，仿佛像是置身在荷兰。20多万朵色彩缤纷的郁金香，民众在百万花朵齐放的花海。 中摆出各式各样的pose拍照，相机快门不断，一个转身，另外一个区鼠尾草、百日草所组成的七彩花田一样好精彩。这边的花好像就是更精致漂亮一点这样，对，啊，那边是比较大啊，漂亮。 很好拍照，占地好几公顷的中社花海，个个争奇斗艳，美景壮观。难得一见的郁金香花展，遇上寒流，绽开盛放。紧接着过年9天假期，肯定赏花的人潮一波接一波。东森新闻萧光志、SNG小组在台中的采访报道。